首先拿出我们的数据线，连接 P4 主机和我们的手柄，然后按下中间键。连接成功后，拔下数据线，就可以操作了。采用的是 ABS 材质，带有触摸功能，带陀螺仪，带喇叭功能，带耳麦功能。手柄内置电池600毫安，手柄背部是采用的防滑设计。我们的这一款 P4 手柄有22种颜色可以选择。